我认识你21天，我喜欢你21天。哦，小潘确实是。是啊，他是唯一一个没变过，从第一天开始喜欢到现在。是你的出现让我变得很坚定，很快乐，有牵挂。但是这21天结束之后，我又开始变得忐忑，我现在又很担心，因为爱上很容易，爱下去很难嘛。我们都要剥离自己，我们要舍弃一部分自由，舍弃一部分自我，这样组合在一起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期待这样的组合是1+1=2。那张老师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1+1=2吗？西兰花和小狮子的旅程快要结束了。啊！小狮子不想回动物园了，他想继续和西兰花走下去。文明志，我想做那个最了解你的人，所以我也是。这个时候可以来一个不是朋友的拥抱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爱情多美好。哇，这是真开心啊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这个。你要还有赠送的吗？哦，这是我们可以看的吗？哎呀啊，额头。哎呀，你往下一点。看看你们没看过这气腿啊。